我是水果奶奶啊，欢迎大家到我家来玩。哦，不知道啊，今天会是哪一位小客人来呢？哟，客人来了。水果奶奶好。今天的小客人是一位小公主，她的名字叫做 April。April 是一个可爱又漂亮的小公主，也是一位充满活力、跑起来像风一样快的小公主。April 喜欢和妈妈一起听故事、看故事，有时候她也会自己说故事给妈妈听哦。这是谁？我是胖胖。是 April 喜欢做的事情之一，他画过很多图画哦，请大家猜猜他现在画的是谁？这是他很喜欢的一个人哦。我画的是水果奶奶。今天他带来了很特别的。奶奶，请看我的宝物。April 你好。奶奶你好。April 几岁？听起来有18岁，18岁。April， 很高兴你来这边，哇，来做我的小客人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奶奶很可爱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带了特别的东西要来跟我们分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好像东西很大，只有他的照片在这里面，要我来猜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东西有名字吗？在宝贝箱里面的这张照片，有名字，你的好朋友叫做什么名字啊？你用猜的他的名字。这么多名字要我猜一个，叫做小黑、小黄、小白、小花。不是颜料。哦，不是，我想也是，但是它应该是一个，是动物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妈妈已经跟我讲了，对对对，哦，它叫。飞印啊，他是你的好朋友，他会陪你做什么事情？他会什么事都会陪我，包括陪你扭来扭去在椅子上面吗？会，他会扭来扭去陪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。关于他还有什么想告诉我的？他会飞吗？很酸，他很酸。你吃过飞印啊？你怎么能吃它？它是你的朋友哎，我以为它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就说它很酸？它是一个柠檬做出来的毛毛虫吗？哦，我在想，你大概想告诉我，它其实是可以尝一尝味道的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，它除了很酸之外，还有什么味道？很咸。很酸。很咸。又很咸。它大概多大？你比一下。大概多大？多大？只有这么小吗？这么小，为什么不能放在我们的宝贝箱里面？哦，它会突然又变大。它变小了。不变小，不变小，不变小。然后慢慢，它就慢慢就飞起来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哦，哇哦！你除了介绍给奶奶我认识飞鹰之外，还有谁认识飞鹰？奶奶。除了我之外还有谁？奶奶。哦，你自己真正的奶奶是吗？不是。啊，那是我生命中的奶奶。很甜的话。好的，终于我们聊到一个段落，我们可来认识介绍很久的飞鹰。哦 ，April 的宝物要登场喽！咦呀呀呀，我是飞鹰，猜猜看我的眼睛在哪里？它有怎么那么多眼睛啊？哇，我真的好想认识它。哇，这也像是眼睛，这里也像眼睛哦。那个亮亮的这个珠珠是鼻孔。哦哦，这个是嘴巴，这个是眼睛。你介绍一下哦，哪里是鼻孔？这里。哇，
这个好特别哦。那这边是什么东西？刺毛。刺毛哦，这个毛毛虫很特别，它除了有软毛，还有刺毛。这个刺毛是拿来用什么的呢？是拿来喝东西的吗？它是这个是会把这个食物先吸在这上面，然后送到嘴巴里。哇，好有想象力哦！水果奶奶想知道的是，你喜欢水果冰淇淋吗？喜欢吗？可是为什么你淋完露都会做一些奇怪的事？奇怪，小朋友嘛，不许说这样。不能这样说啊，可以了，没有关系。他们小朋友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，他没有想到那么多，但是还是很可爱啊。April 想问水果奶奶的事，这点心给我吃吗？大声一点。你会做点心给我吃吗？我会做点心给你吃。你想吃什么呢？那是饼干还是蛋糕呢？我还没想好。好，那没有，等你想好以后再跟我讲，我再做给你吃。还有，你还有第二个问题要问我，什么问题？我可以，你可以给我借李明的巫婆帽吗？你要借李明的巫婆帽啊？你说的很好，那是李明的巫婆帽啊，所以我要问一下李明，如果李明他说可以的话，我才能借给你，好吗？好，总是要问一下那个东西的主人嘛，好不好？对。水果奶奶和 Apple 一起说再见。今天跟 Apple 聊了很多，他问了很多问题，不过大部分他自己都做了答案了。好的哦，最后他要跟我们一起说什么？拜拜，嘎嘎，哦，嘎嘎，再见，再见，一起来唱喽。水果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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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